说，我们这套袋套得好，它是不长虫，不用打农药。嗯，这样子，嗯，这样现摘了。没有喷的，嗯，没有喷的，这个没有喷的。我们这里看见准备熟的那些你摘，是不是？你摘点拿回去桂平啊。嗯，咬一口吃。是吧？它这种，那个好清甜哦。这个还没够熟，但是已经还 OK 了，还 OK。拿着，那摘吧，这里拿回去，带回去一点了。嗯，很清甜。嗯，这种不打农药的，我们就超大。甜度很够，所以说像这种啊，甜度很够的话，好饱，吃一点就好饱了，真的很清甜，真的。以前李时珍以身试毒，但是呢，我就不敢试了，这个我对我身体负责任了，对我爸妈负责任了，所以我必须我种了这个果不打农药，但是还是结这么多果，对，所以说。我们大家必须要自己亲自种一种，自己亲自种果。两颗，你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有果吃。这个一两颗，两颗就是一年四季的。对，基本上都有。那你看嘛，这开花的，这结果的，对吗？这种果苗现在我们多吗？多这种果苗吗？嗯，大概有现在有十多万株吧。哇，十多万株。嗯。那么到时候大家如果想种的话，可以联系小哥。嗯，好吧。阿表家好多果苗的，来吧，这一片都是亲们来摘，真的深深欢迎。现在还不是封果期，我是封果期的话，你看到这些一片全是最多的。你看像这些花，它到结果是好不好吃，小朋友？可以吗？阿珍，你真的很过瘾哦，自己种自己摘，很过瘾哦。哎，你们看到它一边开花一边结果，是啊，我吃完这个，然后这个又可以吃了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哇，这个就是一年四季的，嗯，好处。这石头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。你不套袋的话呢，可能有些虫子会咬，所以说你套袋呢，那虫子就不会咬，就很漂亮了，懂吗？你看这不套袋的就会被虫子咬，是这样子的。嗯，没有什么的，嗯，这个东西它很简单，很容易管理。不熟了不摘它会烂掉的，嗯，烂掉，可以，不大错。你看，多吗？一串就是三个。三个，这种品种就结的比较多。对，你看，还是每个都这么大个，看到吗？而且都是很漂亮的。漂亮啊！嗯，对。这个是当年的果苗，你看当年就结果了。要足一点，当年就这么大。有干蔗，现在有干蔗，等一下我带你去看。嗯，从小特别喜欢吃干蔗，然后我大家好啊，我是小凤。啊，今天我们陕西的朋友过来，我现在带他去钓鱼，他说没有钓过鱼，我现在带他去鱼塘钓个鱼。你看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了，太客气了。没事的，好。这个就是黄帝丹，黄帝丹啊，一小颗啊。这个鱼竿可以放这里，等一下就直接这里钓就行。我先把这个鱼放一下。这个风景真的很好，这些到处都是绿色的啊。对呀，啊，你们那边呢？都是种小麦对吗？我们那是小麦玉米。种小麦玉米。哦。我们这边都是种稻谷的。
边鱼基本上都是我们属于关东地区都是小麦鱼。你们吃面多，面食多对吗？面食、馒头，还有包子、饺子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个水在动，就是有很多小鱼在那里。哦。看不见了是吧？那这个鱼肯定听到你声音，它就跑的。哦。你要抓的话，就要把这个水搞干，才能够抓得到它。抓鱼，钓鱼我不会钓，抓吧我倒是能看到，抓的话浅一点，钓的话深了看不到。对，这个水深。好。那个白白那个也是，我这个大个的。这个啊？那个也是，这边这个也是。啊，这个啊。两个都是。对，还有那个也是。这个不是这个。这那个白白那一个。田螺都是啊，对，掉下去了，对，掉下去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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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真的啊，好小啊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哇！这个胆子大，什么都去捉，不去摸。两条哦，三条哦。听说一边丢了。这个也有一大碗了哦。应该有了。是啊。这刚刚捡了一下就得这么多了。这个还要养个大概三天才可以吃。啊，是。因为它里面有泥巴。啊，养着啊。是的，养着。哦。修哈。啊。是螃蟹是吧？是好大个螃蟹，你刚才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青蛙呢。小青蛙，这应该好大只个的螃蟹。啊，这个应该很深吧？三嘛？哎呦！哇，出来！那你们吃落了？嗯。是不是这个？哎呀。它不咬我啊！哇，这鱼大只个！它是横着走的呗。哇，这个螃蟹今天抓了一个螃蟹，挺懂人性的。它又不夹人，你看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我要把它养起来。这个已经养了一个多月，差不多两个月。现在呢，我都是放这个。那个竹子还有那个甘蔗给它吃，你看，看它很温顺哦，很温顺，看见还是可以啊，你看。然后之前买的时候，哎，那个人说这个竹鼠的话最多要到这个。一年左右它就会生娃了，一年左右才会生娃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家伙啊，本来是两个的，有一个呢，有一个跑了。你看这个兔子比这个竹鼠大了很多个。之前都是一起差不多买回的时候都是差不多大个的，这个兔子长得比较快。啊，你看多可爱。我这个笼子太小了，然后我要准备给它做重新做一个铁笼，这个兔子要装铁笼才行了。
如果用木子来木来做的话，它会咬啊，把那个木咬烂。你看这些都是被它咬的。这个就是那个竹节呀，这个拿来喂竹鼠还有小白兔的时候，它也要吃一点。吃甘蔗，吃得津津有味的。还是比较喜欢吃青菜多一点，我还是去外面摘一点青菜回来，摘点青菜回来给你吃。摘这边回去喂这个小白兔，小白兔很喜欢吃这种叶子，每天都摘新鲜的回去给它吃。